大家好，我是小赵，今天我们来钓这水里面的几个草窝子，所以我们打窝的时候采用饵料加9米的方式，用那种类似于散炮的打窝形式，用杆子把饵料送下去，送到这几个草洞里面。我们把饵料包裹在铅皮上，团成团以后，杆子送到这个草洞里面，这样打窝更加的精准。然后把这几个草洞把往这几个草洞里面都打一点，我们可以在这边钓两条，再在这边钓两条，钓的时候可以钓几条补一杆，钓一条，钓几条补一杆这个窝料。这样的打窝方式节省饵料，而且效果会更好。钓一下试试看，然后这个饵料我们直接用蚯蚓或者红虫都可以。别太多了。